好，为集尾村，为家乡的村民，为同乡会，对。集美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我们集美圈成立同乡会的大好日子，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驾光临。我谨代表美国集美同乡会向各位光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以及最最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白鸽山前知福地，桥乡集美水更甜，山在这里绿成画，水在这里流成诗，卧虎藏龙人豪气，团结一致，互敬互爱，同心同德，把家乡建设更美好更富裕。好，我隆重也祝愿美国集美同乡会会务昌盛，蒸蒸日上。我隆重宣布美国集美同乡会成立及首届职员就职典礼现在开始，请各位来宾全体起立。首届的重要职员已经来到了舞台上，先让我们以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景美同乡会王成卫主席上台来致欢迎词，朋友们掌声热烈点。新人陈向文代表，陈少芬，周议长 Artis 代表，尊敬的中美长官，乔款乔里，各界朋友，集美乡亲们，大家晚上好。春意浓浓，万物争荣，在这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春季里的今天，我尊严的宣告，美国集美同乡会正式成立。在这里，我谨代表本会全体同仁热烈的欢迎在百忙中光临参加今晚盛会的各位来宾、好朋友，并致以崇高的致意。这是警委乡亲在第一次在纽约建立同乡会，
乡亲们摩拳擦掌，情绪高昂，并且热情捐献。我代表同乡会在这里感谢乡亲们，感谢帮助建立景美同乡会的所有朋友，感谢成立同乡会后帮助我与我并肩奋斗的兄弟们。在这里我更要感谢美丽贤淑的景美姑姐妹们，你们的大方尊敬，你们的爱乡爱里和爱会之心，谢谢你们。这次本人得到乡亲们的信任和厚爱，出任首届会长，深知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希望大家继续给予支持、指导和帮助，我定将竭尽所能做好工作，把同乡会打造成旅美相亲的人力平台，温馨的家园，精神的港湾，把同乡会构建成祖国家乡和侨民的联系桥梁。最后祝来宾们、朋友们、乡亲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祝你发达，谢谢。非常棒，非常好，来，小心小心。我们的主席非常诚挚诚心的这么一份致辞，好感动，他说是头一次来到舞台上，让我们给他也可以说是热情洋溢的致辞，来点掌声表示一下好吗？希望在我们王成卫主席的带领下把我们景美的会务工作做得非常的好，让他屹立于我们的社区之林，同时呢也为我们的父老乡亲多做实事，多做好事，同时还能为我们的家乡建设再添新砖新瓦，讲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景美的父老乡亲一定要用你们的全力支持我们的主席的工作，大家说好不好？同时还要感谢我们主席说过了，我们的姑姐妹出力还出资，对于你们的这种慷慨解囊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好，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了布鲁克林区的区长 Eric 给我们来上来讲几句好不好？朋友们，你们的热烈掌声欢迎他，同时也请出我们布鲁克林区长办公室的郑其荣女士。谢谢。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you can do in America is to give your life for the city or the country. Very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want to have a better life in New York. One of your sons gave their life for this city.如果你的孩子把他的生命献给了这个城市 ，Young police officer Wen Jian Lu was the first Asian officer to die in the line of duty. 他们的家人，因为他们为了城市献出了生命，献出了爱，所以呢，我们这个牌楼是来表彰刘文健警官。谢谢。谢谢。还有一个，我们有个表扬状，区长给你们的。同时，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下，
其实我们布鲁克林区区长亚当斯去年已经有到你们的长乐去了一份表扬状给我们的首届主席。纽约市主地长斯金格的代表范小江，还有市议员陈倩文的代表陈少峰，以及奥地斯的代表周德浩，请我们的代表一同来到舞台上，请我们的主席还有顾问们留步，他们也带来了表扬状，好吗？来，大家要大力支持布鲁克林区区长选举2010年纽约市市长。只要我们的政要人员为我们华裔亚裔发声，我们一定会支持的啊！是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王刚勇代主席上台来致贺词，朋友们掌声有请。尊敬的金美的父老乡亲，朋友们，嘉宾们，大家晚上好。共同庆祝美国集美图商会首届新职员就职典礼庆典晚会，我谨代表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陈新全主席及全体同仁，向美国集美图商会致以热烈的祝贺，并送上深深的祝福。集美村地处湖州市长乐区的南大门，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这里日山成画，流水成诗，神奇乐土，气势恢宏，卧虎藏龙，人才辈出，近代抗战英雄政治将军和早期参加革命的王宇昌、王宇明两兄弟都是集美人士，他们为抗战胜利和革命事业尽忠报国，鞠躬尽瘁。而美名远播标炳史册，我身为集美人，和乡亲一样同葬先贤之光，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集美是个老侨乡，呈现许多侨界的优秀精英，新加坡侨领黄南良先生早在1956年就被推选为华侨代表，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给海内外集美乡亲带来至高无上的光荣。为了弘扬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守望相助，共谋发展，女美乡亲倡议成立集美同乡议、同乡会，村庄之小，却参与人数之多，投资金额之巨，时间之短，却组织能力之强，办事效率之高，的确开社团创会之先河，令侨界人士刮目相看。乡亲们有智慧，有能力，有抱负，有远见，集美的未来充满希望，集美的前途无限光明。我期望集美同乡会在王成卫会长的领导下，乘风破浪，起环境，不忘初心，逐梦行，把顾问会办得有声有色，成为爱国爱乡、
护桥筑桥的一股中坚力量，为推动中美友好关系，促进美国共同华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建和谐桥社和努力奋斗。最后，祝集美同乡会会务昌盛，蒸蒸日上，祝集美乡亲平安幸福，事业发达，祝各位乡亲度过一个难忘的今宵，谢谢。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美国福建同乡会陈学端主席上台来致贺词，朋友们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侨民，各位来宾，集美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三月是最富有的生命力的季节，也是一个美丽的神奇充满希望的季节，孕育无数的生命。在此我代表美国福建同乡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恭祝王传贵先生担任首任会长。集美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人手共建社区的繁荣，集美村中领预售人才辈出，集美同乡会一鸣惊人，我们七八归会在社区领导下为乡亲办实事，为社区做贡献，为桥暖做榜样。借此机会向集美的村同乡们各位来宾问个好，祝大家春风得意，幸福快乐，谢谢大家，谢谢。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美国长乐工会张子阔主席上台来致贺词。集美的乡亲们，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与大家一起共同庆祝美国集美同乡会成立首届就职典礼会庆联欢晚会。首先让我代表美国产乐工会全体同仁敬致意向王传贵主席、郑明培产务主席、曾永殿产务主席及所有的集美乡亲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在王传贵主席团结乡亲进行公益事业，在他的带领下，集美同乡会兴旺火木，将迎来非凡灿烂的明天。最后，祝集美同乡会会务兴旺蒸蒸日上，并祝集美乡亲们、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兴旺，万事如意，谢谢各位。有请出的是美国福建会馆陈新和主席上台来致贺词，朋友们掌声有请。在这美好的时节，迎来了美国福建集美同乡会成立近新结缘的就职典礼，我非常高兴参加今晚圣诞宴会，同时我代表美国福建会馆全体同仁向集美的父老乡亲、集美的同乡会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我真心祝愿集美同乡会在王传贵主席的带领下团结乡亲、服务乡亲、服务社区，
对家乡的建设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衷心祝愿集美同乡会会务蒸蒸日上，祝愿今晚出席的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的是美国福建侨联总会陈建荣主席上台来致贺词。各位侨联，各位嘉宾，各位集美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今晚我非常的荣幸，应邀参加美国集美同乡会成立大会暨首届职员就职典礼联欢晚会。首先在这里向以高票当选的王春蔚主席荣任首届会长以及各位新职员表示热烈的祝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为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谊，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侨社的繁荣昌盛等，将会取得一定的成就。最后祝集美同乡会会务蒸蒸日上，祝在座的所有来宾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姑姐妹代表王品超上台来致辞，大家给点热烈的掌声。有请王成卫会长、领导嘉宾、父老乡亲、姑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新年伊始，鸽子东来，怎奈云山遥远，一丝丝缕缕，以续可养之恩。英雄莫问出处，豪气何惧岁数。今日有德高望重的王成卫先生牵头，和父老乡亲姑姐妹们的热情义薄云天，热血贡献，创办乡会成功，可喜可贺。梁家人历来有开拓进取之精神，展翅鲲鹏鸿鹄之大志，惜时群业，展望天地，日月之光，早有王娘娘，今有王刚勇等，都是响当当的侨界领军人物。集美更是地灵人杰之，更是地灵人杰之贵地，呼狂舞喜连连，快马加鞭踏征程，脚下有路通财山。在此我代表集美姑姐妹们向筹备组领导道一声辛苦了，衷心感谢你们的关心与惦念。常言道，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家，祝娘家里外猪年行大运，事业上层楼，阖家幸福安康。谢谢，谢谢你们提供娘家盛会，敬请祝君盛会圆满成功，岁月山河同心。集美姑姐妹们全体敬上，乙亥年春运有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要诗和远方的田野，让我们青翅蔓延。我们捐资捐款出钱出力的姑姐妹颁发纪念品，那么我们有130几位的姑姐妹啊，乡村也好大是吧？我们呢就分5批，一批20几位，我们就是来到舞台上，肯定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啊，穿的非常亮，所以呢，今天晚上就是要展现自己的时候。但是我们主席说的有前5位，好，没人也可以找代表来上来领取一样的，好吗？曾
庄秋玉、王高兰英、曾刘一书、曾高瑞文、曾尤碧荣，有请五位特聘顾问首先来到舞台上，然后我一一念名字，我们分五批依次走到舞台，我们领取纪念品好吗？有请我们的姑姐妹，刚才照相的所有就到红地毯这边啊，也走了红地毯，我都没走过，我今天最后一个走。哎，全部看过来，看过来。前面各位，给哪光？有请王永应主席带领集团的同仁们做好准备。接下来呢是一个宣读贺电的时候，首先有请出本会的曾永殿上台来宣读贺电，来，朋友们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行朝民，尊敬的金梅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美国银梅主乡会新职员就职典礼，今晚已经大酒楼刚刚结彩，大家在这里欢聚一堂，在这春暖花开前夕，福建南中国华侨联合会和福州市长乐区归国华侨联合会纷纷发来贺电贺信，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贺电，美国景美土乡会群星会会将举行首届新职员就职典礼，王前卫先生荣任首届会长，请此表示热烈的祝贺。衷心希望贵会停止创会宗旨，加强联谊，增进交流，推进会务，进一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同时，为华人华侨社会的和谐进步，为家乡福建的繁荣发展做贡献。祝贵会会务蒸蒸日上，祝出席活动的嘉宾身体安康，万事顺利。福建省贵国华侨联合会2019年2月14日，福州市长乐区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贺信，美国景美统乡会听闻贵会将于2019年3月17日举行首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联欢晚会，仅向贵会表示热烈的祝贺，望贵会今后努力凝聚乡亲的力量，力竭与家乡的联系，传播中华文明，构建海内外乡亲文化交流新平台，首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联欢晚会取得圆满成功。福州市长乐区归国华侨联合会2019年2月1日，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出本会的曾永仪上台来宣读贺电。我现在在这里宣布福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号令，美国景美土乡会虚信美国景美土乡会于2019年3月17日在纽约举行首届新资源就职典礼，
点晚晚会，我会尽自己热烈祝贺，并向到会的全体嘉宾表示亲切的问候。贵会的成立为美国景美乡乡亲提供了一个奔赴相遇、守望相助、抱负发展、合作共赢的全新产品典礼舞台，是促进美国与中国经贸合作与交流合作的一支生力量。相信贵会在完成会会长曾参众顾问和黄刚宇我们会长的带领下，能秉承创会宗旨和理念，发扬爱国爱乡爱民思想，华侨华人交流，帮助产科技华侨华人积极融入当地，促进中美各界交流合作与互动平台。相信贵会将会秉承会址团结广大五一美乡亲，为促进家乡的发展进步做出努力。近期我是开展朝请朝家工作，望贵会通过各种活动向里外乡亲积极宣传，支持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更好地以助朝新，恢复朝力，预祝首届新资源经济典礼联欢晚会圆满成功，祝贵会成立成员贺家幸福万事长乐。恭祝苏州市海华区居委会干部2019年2月14日。继续有请出的是本会的王能杰上台来宣读贺电。我们是为了福建省海外教育协会派来的贺电，美国景美同乡会新闻贵会将于2019年3月17日在美国纽约市隆重举行首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联欢晚会，特致电表示热烈的祝贺，建立一带一路，积极参与新福建和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为促进福建与美国的友好往来做出积极的贡献，预祝庆典活动圆满成功，祝全体乡亲阖家幸福。来，还有本会的郑学燕上台来宣读贺电。值此春暖花开的季节，各位欢聚一堂，共同欢庆美国景美同乡会的隆重成立和首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谨此向在座各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景美人杰地灵，贤人辈出，长期以来广大乡亲积极发挥杭城人所特有的务实、勤劳和智慧，在美国艰苦创业、谋求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山东是奴役，中共湖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区委杭城街道2019年3月1日，谢谢。本会的王刚中上台来讲述景美历史事迹的心声。来，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长官，尊敬的社团侨领，各界朋友，父老乡亲们，景美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听到我们今天的宴会非常的隆重，你们要好好听着我们景美村庄历史的故事。希望我们今天啊讲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前辈人留下了很前辈的，一定有他所做的功勋。
集美村历史四亿四季的心声，来呼唤着今天灯火辉煌之下的明天，来照耀你们的心灵。这就是集美同乡会正式成立，有人要进入。经过我们八年十多年的努力，我现在村民小组代表王刚兄与全村村民同意，还有王文广、曾永耀、王刚中、郑明仁、曾永一、王刚峰、王刚勇倡议提议，在提站建村的新生。未来集美村庄无限美景，在这里以上誓言是海内外集美乡亲，咱们都做龙虎啊，咱们都做龙虎啊，敢笑笑天下，敬老尊贤，礼让三观，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回家看看，让我们的根留住中国集美，不忘祖宗的遗产。在海内外的祖孙也不会忘记我们是中国人。谢谢大家。本会的常务副主席郑敏培上台来致谢词，来，朋友们掌声有请。东到楚楼，张灯结彩，灯火辉煌，高朋满座，盛宴如云，山清来人欢聚一堂，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大家满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共同庆祝美国集美同乡会的成立，第首届集员就职典礼。我仅代表本位全体同仁，站在百忙中莅临今晚经典盛会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旅美乡亲、弟兄姐妹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姑姐妹的也立队回娘家来，为今晚的庆典盛会高歌献舞，精彩的表演，献词抒情，表达了对家乡的眷恋和感恩。其深情厚谊，让我们的内心充满着感谢和感动，也为有你们这么优秀的表演表现和作为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再会把我们集美家乡建设的更加美好，欢迎你们常回家看看。最后让我们祝你们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事业发达，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让我们高举酒杯，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祝愿中美友谊世代长存。那么同时也祝愿美国景美同乡会会务昌隆，蒸蒸日上。同时祝愿在座的每一位嘉宾2019行好运，发大财，共同举杯，干杯！呜，干了，干了，干了！啦啦啦，啦啦啦，干几杯，啦啦啦，干几杯，干几杯。既然你我相会，何必讲出客气话？谈着今夜作伙，烧酒搁再干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尽量来饮，予伊嘛西嘛西。无论有甚物困难，要当解决的问题，暂时卖想遐多。酒醉不知天也地，看开人生的一切。啦啦啦，干一杯，啦啦啦，干
既然你我相会，何必讲出客气话？谈着今夜做伙，小酒搁来灌。久违的朋友，新朋友，那么今天我很荣幸啊，受到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代主席哈、王刚勇先生的邀请，来到这里参加这个盛大的宴会啊。那么在这里呢，祝愿大家今天在这里都吃得开心啊，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那么在这里呢，特别要把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王刚勇主席特别选的这首歌曲啊，那么一首《常回家看看亲》，向爸爸谈谈。
满腹意。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